我说聂文娘啊，你会不会太夸张了？王尔德，你可以说一下他是谁了吗？你不是说你们家来了个美女忍者，介绍给我美女忍者呢？其实我这次来是有一个任务的，我必须要找到我的老公，而且帮他生小孩。这场婚未免也太幸福了吧！竟然连我娘都是他的老婆。周日下午2点至4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原来一家人。